就那时候我在等当兵的时候就先去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他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上班的时段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要上班没多久他就下班，对啊，可是第一眼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不错，打工这边还有妹子。然后只是有印象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事，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工作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太会常遇到他。然后是后期他比较常出现跟我在同时段，就是一样都是晚班的那个尖峰时段上班。那我一开始就觉得说，哦，他只是一般的同事，但是后来他就是像他刚刚讲的，就是很常会。就是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突然伸出援手，或是说我手上托盘很重的时候，他会突然间把我手上全部很重的全部拿走，我觉得，欸，这男生怎么那么的贴心，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他收集完厨余要去倒的时候，因为那个很重，然后我就会跑进去帮他倒那个厨余，或者是他是做就是加汤啊，或是做一些餐桌桌边服务的，他忙不过来，其实我也忙不过来，可是我也还是跑去支援他。但是后来就是一些同事可能下班后会一起吃饭啊，或是说有时候去看电影或是唱歌什么的，然后就是多多相处之后才发现说，哎，这男生其实还蛮有趣的。对，所以跟一开始真的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是真的。我的工作性质就是因为业务，然后就是业务就是你要打基底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辛苦，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其实不多，对，包括说到现在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南部的，对，其实我们就是假日夫妻这样而已，对啊，他也是很体谅，那其实这九年来我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等一下，因为我就是等一下我要接电话，等一下我要回讯息，哎，他要跟我讲什么我都会跟他讲等一下，因为我手机无时无刻都是一直有讯息要回复，或是有客户打来我需要去做接洽，对，他其实就蛮谢谢他这么体谅我，对，然后都乖乖的待在那边了，没有跑掉。我们两个也经历过好的坏的都有经历啦，那当然像这几年，哦，我们的至亲都有陆续的离开，但其实我们都是也是陪伴在彼此的身边，对啊，其实真的很感谢他，我不会像，因为像一般的女生可能觉得说啊，你陪我的时间那么少，我干脆找下一个男生算，那其实他都默默的守在我身边。那其实因为业务性质就是有业绩好业绩坏嘛，那也让我看出他就是他不是为了金钱会想要跟这个男人在不在一起的这个决定，对，那他就是真的喜欢上这个男生或爱上这个男生，他会决定跟他一起，不管是好的坏的他都会想要尝试跟他一起努力，对，这是我的看法。
我身边的这位男士，他从来不会这样子，他从来都是当天如果任何事情，他一定都会想办法就是解决。那他的模式可能他也知道说，其实有时候我在念啊，或是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其实只是当下，但是我并不是真的要跟他就是要吵一个输赢还是什么，所以他其实知道说，其实我就只是当下有时候拉不下脸，那他也会愿意说，就是啊，好了，那就没事啦，就是他可能会开玩笑啊，逗我笑，或是他可能会去买一个什么我喜欢吃的东西，让他也知道说买那些东西，我可能心就会软了，就不想要跟他去吵那些事情这样子。对，用食物收买他，很长。他其实从半年前就在铺梗啊，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因为他怀孕，然后其实在11月的时候生，所以其实那时候12月圣诞节他说要办满月，我其实不太会怀疑什么，因为小孩满月一定有时候都会办一些活动啊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合理。那他有强调说就是那时候一定要穿的很，大家穿得很漂亮，然后我当初想说，哦，好，那因为我也很爱打扮啊，叮叮咚咚那些的，所以我想说，好，那这样子我也要穿得漂亮一点，参加朋友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满月 party 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他要圣诞节的前两天吧，他跟我讲说，因为他临时要去工作，所以他没办法跟我一起去参加朋友的那个满月 party 这样子。那我想说，哦，好吧，那这样子我就想办法自己过去啊，因为他刚好他也跟我好朋友，他好说，那你就讲说，他载我去。那我想说，因为那在大理吗？还是大理？对，就是很远。那我想说，好，那就是搭他们便车一起去。然后当下我下车的时候，我还穿着拖鞋，我想说穿高跟鞋下去走路很累，或者说穿着拖鞋，我手上拎着高跟鞋这样走应该还好吧。然后是被他男朋友说，你买钱啊，内啦，你换一下鞋子再下去。我想说，哦，好了，反正这样拿着也很麻烦。我想说，好，我就这样拿下去，我就直接穿着高跟鞋走下去。那一开始我朋友就拉着我走的时候，我想说就很自然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为什么远处那边很漂亮，就很多那种一小个小个灯泡这样子，然后一群人都在那边。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那边在办什么活动，好热闹哦。我还没有想到说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那边越走越近，发现那些人怎么都在看我这边，然后怎么开始每一个都是我认识的人，我才发现说，等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要办那个小朋友的事情，为什么好像变成是我的事？然后走到那个他们排两排队伍，然后发现在尾端，发现每个人都拿着一束玫瑰花，我才发现说，今天要跟我求婚。然后我当下真的是腿软，完全没办法前进，然后是他们说你快点往前走，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后来就叫我接受每个人的祝福，然后每个人手上都拿一朵玫瑰花这样子，然后走到最前面之后是我的家人，所以其实我当下真的是吓到，说他真的把我最重要的家人朋友都来到现场。那到最前面之后就开始播他准备的影片，然后家人的祝福，朋友的祝福，然后到后面他就从队伍的尾端很帅气的走过来，对，然后他就带我到舞台上面，然后跟我讲一些真的很蛮感人的话，然后他真的很，我真的后来回想，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准备那一天求婚，因为他自己从花束到一些布置，他都真的很用心的问我身边的好朋友，我可能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可能我会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对，所以当下其实我真的非常感动，他真的很用心在准备这一场求婚，对，交往这么久，第一次那么浪漫，真的，他是一个很不浪漫的人。